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听我念三皈。啊，下礼尊念，我弟子妙音，自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者中尊，皈依淡摩利耶中尊，皈依精卡自从中尊。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自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者中尊，皈依淡摩利耶中尊，皈依精卡自从中尊。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自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者中尊，皈依淡摩利耶中尊，皈依精卡自从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561页，倒算第六行啊，倒算第六行当中，咱学到一课、三课、四课、八课，咱学到这个生老病死，后面还有四种爱别离，咱的资料里底有爱别离。为上所亲爱之人，乖为离散，不得共处，是名爱别离苦。爱别离爱何？那个是人，要事要物，你啊，家业工作。学习呢，所教的功课啊，你咧住的环境、工作的环境，家己偏偏会离开，啊，未当讲无离开，这就有爱别离苦咯。啊，万经会苦呢，为享受。观修正恶之人，恳求远离离犯执著之名，万尽悔苦。啊，不介意啊，对海人偏偏要打工到顶啊，不介意工作，袂当无做啊。啊，不介意读个书，逼迫无读袂用哩。这拢是啊真痛苦的代志，所以你所爱、你讨厌的人事物呢？啊，介意呢，偏偏就要离开；讨厌呢，啊，偏偏大公咧给你背叛，这嘛公是一般的。人啊，拢嘛是无办法避免的，总是呢业力所牵呐。但人伫这个世间无别项，讲破了就是冤冤相报啊。那无觉悟呢，无把这个结化开，那真正就是无完无了。生生世世，你给你牵甜着。第七求不得苦，为世间一切事物啦、
金座爱熬食，求之理不能定，这叫求不得苦。对象嘛是人、事、物。啊，不过是咱看这个了凡四分，文高三思给伊讲呢，我是梦中有求必应，哎呀，真正求到了。啊，求功名得功名，求富贵得着富贵，求利禄得着利禄。啊，无求长岁寿，寿命嘛延长，延长了21年。这是什么呢？积德行善，跟命运转过来咯。啊，人拢有命运，命运按怎来？根据心中所做的。严厉牵引着你，你还明白这道理？你还既然是家己做的，当然家己会当改呀。这些代志拢弄清楚，拢弄明白咯。咱这一生做人安分守己，会断恶修仙啊。为什么呢？家己生无论是什么款造物，家己爱负100%责任，跟任何人拢嘛无相干。你真的啊，有法呢？那改变个人的命运，改变你家庭的命运，改变公运，改变全世界世运。拢嘛使你是毋是真正明了？明了事实啊，真相。佛法的名词叫诸法实相。你会当明了诸法实相，叫做看破。你著知影讲，倒一卦应该是处的，倒一卦是应该放下。命运你就会改咯。最后这条，我因自辛苦，我因呢，就是说修相行善，因是佛界的意思，意思是讲伊会改佛的真性。咱有真性，真性啊，未起作用，未当啊，明显发未出来。啊，我因是有这个作用的啊。性呢，就是性代意思。啊，性代的都会表现呢，头前所讲的，经络变数这些。众苦自知，这叫做我因自性苦。啊，我因这个名词是指咱的身心，是五种的物件所合成的。色呢，就是物质色心。啊，色心里面有感受，有。思想行呢，就是不间断的生灭，以生灭不间断，这叫做
辛苦啊，真念灭啊，后念就死咯。现在咱知影咯，咱的物质的身体嘛是念头制造成的，啊，无生灭的这个念头啊，都无物质的现象啊，所以讲相由心生啊，相就是色，色由相而生。那受相形式来对相的作用最大。这叫做五阴之辛苦啊！咱过来看念落的注解：分类啊，不定，二苦、三苦、四苦、八苦，分类无同，分表。苦类众多，一类一类的苦太多了。菩萨了达一切诸苦，皆是浮梦，毕竟不可得。五蕴安忍，诸有平等，故我不计众苦。菩萨难得啊，对有这种苦的人生啊，伊也通达明了，怎样讲这物件都唔是真呢？所以讲伊就未藏在心内咯，未藏在心内，这个水库啊，伊无感受到啊。但藏在心内啊，才会感受到；无藏在心内，就不以为念啦。又无技术，啊，别人感受真苦，亦无所谓，所以是不在乎。啊，伊会看破，未计较遮个。虽然有，知影讲伊是安怎来，知影要安怎应对。那念佛的人应对的方法是从简单的，就是一句佛号。那所有一切修苦修啦、乐修啊，啊，非苦非乐之修，那么归一句啊，阿弥陀佛。要有这个感受，阿弥陀佛就提起来了。那这个苦乐游戏下就加佛祖咯，这就叫做会向念佛，念佛的功夫就会当啊，降伏烦恼，会当控制烦恼，和烦恼个未起作用。所以讲怎样，凡所有相啊，皆是浮梦。把这经上所讲的一切法啦、啊，包括世出世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啦、啊。啊，达摩祖师来到中国。在少林寺明白高尼都叫维克维克大师怎样说这是一位大德都对印度来中国来也有苦看在哪位呢？修学真多年，有妄念，心之中未能安定下来，
这是野苦啊，求但无做事，大爷啊！迄个时阵拄好是寒天，外面落雪，伊看到淡薄祖师伫房间内底立定，伊伫咧门口咧等，外面落雪，雪已经落甲，甲伊个脚头乌拢甲淹灭咯，可见时间遮久。这路个真大，也阁徛伫遐。啊，但无做事，知影？啊，伫迄地有一个人徛个真久咯。回客看到但无做事，就要出殿咯。啊！倒手倒落来，出去人有带戒刀，提着这支手去供养淡摩祖师啊！淡摩祖师看到，这精神够杰出咯。什么人啊？愿意把这个手倒落来，我家己忏悔。问伊讲，你有什么代志？你何苦来呢？有什么问题？伊就讲咯，我心不安，有大师替我安心。啊，但莫做事啊，手就伸出来，你把心提来，我替你安。这句话啊，可以回光返照。这心地到位，找半步拢找无啊！心到底地到位啊？回答吧，但无做事讲，哇，迷心遥不可得啊！我找无。但无做是一句话，无路安心静，我给你心安好咯。伊伫这句话来对开悟咯。你啊，四堆来对徛遐尼大半工，无别徛呀。倒个即个手骨来去供养啊，是无别供养呢？人家开悟咯，讲中第二代祖师，完呢，也就完咯。每一人，跟我机缘都无同，世界因缘。也无同款，释迦牟尼佛是亚度明星开悟，慧能大师是听金刚经开悟，啊，母亲中比丘尼。是听六祖咧讲《涅槃经》开悟的，法大禅师是听六祖讲《法华经》开悟的，无共。咱看禅宗五顶会员内底有一千啊七百条公案，就是讲一千。七百个人开悟了，记载着因的这个事迹。
那悟了后，伊就明白咯，应该是假，不是真呢。毕竟是不可得啦，毕竟空不可得，你放下就是啊。果然安定，明仔再安定，安头前有一个病，心内主有平定安定，对，得到安定咯。那清净也过未当得到安定。平定就得到安宁。安宁的功夫观，这人无计众苦，就是说一切苦未放在心内。一切苦那是拄着六无机事，无感受到苦啊。小欲者不多求呀。知足者，所得虽少，理不恼恨啊！伊无烦恼，伊无怨恨啊！这种人修道容易成就啊！斤斤计较的人，本来家己嘛是无路用。所以修行的基本的条件啊，小欲知足是一定爱知影，爱做到。如《涅槃经》文：小欲者不求不处啊，知足者得小不悔恨啊。经论来对赞叹小欲啊，赞叹知足的这文理啊，分享的多啊。听听看到啊，下面佫以为教经文，孝友之邻，则无贪求以求仁义，亦何不为诸君所牵？孝友的人未去巴结人，无需要去求人欢喜。嘛是未为诸君所牵了，这个牵就是咱今仔日讲的啊，干了啊，啊干见识，教育的人无所谓，有有人总想要去看一个啊。那拄着介意听下这音乐，总是要加听一点啊。少有的人就无所谓咯，这就是多欲的人啊，是啊，真容易受到外面的境界干扰，因为啊，你放未落啊，少有的人都未互因干扰。行孝有者，心皆坦然，无所忧畏，伊无忧虑，伊无惊。哎呀，处事有无，总无不足啊！而且系多欲嘅人来比，要完全。拢无同款，多个人多求，得到了也无够，所以是欲害难填呐。永远都无满足的时阵，那这种人都非常痛苦。所以佛弟经常的讲。知足
家父啊，什么叫父呀？地脚未求了，你用有更加多的财富，你还有求啊？你都不地脚。那换一句话讲，你还无够满足啊！你也有苦啊！那个人满足咯，求不得苦，伊无咯。啊，你也未当满意的时阵，你都有啊，求不得苦啊！无论是对人、对事、对财，啊，处事有无常无不足，有小欲者即有涅槃，是名小欲啊！有小欲者，即会去揭入啊涅槃的境界，涅槃是清净一面。啊！涅槃境界，六道众生对不对？虽然有人向往伊个啊烦恼习气，障碍着伊啊，伊得不着。道理就是这地，所以佛下面就讲：如定必求，若有他诸苦恼，东观地照，地照之法，这是不落安稳之处。这段话讲得真好啊！什么人最富？地上的人最富，那伊什么拢无？伊什么拢无爱？啊，用有搁较侪财产，未当甲伊比；用有搁较侪财产的人，伊生活真艰苦。这个什么都拢无，伊快乐啊！人活的世间，咱若认真来甲想看卖，是为苦挖人呢，也是为了乐来挖人呢？苦是家己找啊，自找苦吃啦。你若未找苦，苦就未来找你啦。这是啊，聪明有智慧人，伊来去找苦来受呢？连一般世间的宗教都嘛赞叹啊，贫贱啊，啊贫是无在乎，贱是无地位。因的名词用个真好，叫做心贫，说明讲心性都嘛是清贫呢。释迦牟尼佛是心贫，一无所有。一天到晚中快乐，常心欢喜心，我喜意充满，无人介意会比你。那伊对有出世出世，介伊策划拢嘛无求，求法的念头断落。啊！一切法的真相全部拢了解，所以
我对地主因讲咯，即系啊，出家 BQ， 若有脱诸苦恼，那若想要摆脱啦，一切即个苦恼咧，当观啊，地觉，你一定都爱细心去观察地觉，地觉常乐啊。地觉之法，即是有乐安稳之处啊！只要地觉啊，有乐安稳，你就会去得到咯。这句话呢，嘛是真话。地觉之人，虽过地上尤为安乐啊！这是在讲看法不足的暗时在那困连一个门床都无，连一件被也都无，困在土脚的你快乐啊，不低降价随处天堂也不轻易啊，这是苦乐两个强烈的这个比较啊，不知足的人，多的天堂也个未满意。修行的人，得道的人。佛菩萨的看法、感受，甲世间人确实是无同。啊，这世间人一定要用偌济财富，这是，这是乐啊。其实唔是安尼，我捌看到的。看到用有亿万财产，伊伫我面前咧叫苦，讲起来这个欠咯，迄个欠咯，伊一个逐工拢嘛咧追求，七八十岁了，一个放袂落，真苦，我靠，什么听到？暗时拢困未起啊！你定爱食安眠药啊？安眠药食出习惯咯，无安眠药就未困哩。你讲偌辛苦啊！啊，迄、那个一无所有的人，伊快乐，伊无遮个苦。不知足者，随富离贫；知足之人，随贫离富啊。这两句话讲啊，真好啊。这个不是世间人讲的啊，这是知影真相的人才讲得出来。佛啊，发心菩萨，即会甲即个事实真相啊，甲人讲破。啊，贫富的标准是啊，低教不低教。啊，低教都圆满，
啊，不知足，永远都未当圆满。又发华经，更发品文，是人教育知足，领袖普贤之行。啊，普贤之行是什么呢？华严经内底佛陀讲的，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完成佛道。啊，你是咱都明白咯。普贤行就是成佛之行。那成佛而决定啊，都是啊，逍遥地足。你个看卖，每一个波处菩萨都是熬波昏，释迦牟尼佛灭度了后，熬波耶就是弥勒菩萨。你的菩萨住在什么所在？敖波呢？住道士天，道士是梵语，反正中国意思叫做地足。啊，对，地足才会当成佛啦，不地足的人是未当成佛的。表法的意思真深嘛。啊，弥勒代表欢喜，为什么欢喜？知足咯，不知足忧头苦面，知足快乐啊！啊，在中国南宋的时代，我的和尚出现在浙江奉化，我听到一位老人有跟我讲，伊也捌看过张先生的家谱，蒋介石先生的家谱，伊的家谱内都有记载。宋朝的时阵，蒋勇过啊，这个布袋和尚，蒋勇两个月，就是请布袋和尚在领导了带两个月，所以有人讲领导出两个总统啊。迄、那个时代因啊，到这个时代啊，这结果啊，菩提心是弥勒菩萨的应化身，啊，伊走的时阵，家己有讲出伊的身份，甲别人讲伊是弥勒菩萨再来，讲完了后就走了。这真的啊，讲完了后就走，这是真的；讲完了后就不走，这是假。你的目的是无非，就是要争取名门利用啊！啊，讲出来都有名门利用啊，拢嘛无相干咯，离开这世间。菩提心啊，家人都是讲劝人啊放下，你当时嘛小小啊有一个名气啊，
人看到伊都嘛会心欢喜心吗？伊也是以欢喜甲大众来结缘。那有人甲伊啊请教，什么是佛法？伊甲布袋，甲当个涂骹，两手垂落来，做这些模样的表示，人看了点头，这是放下了，了解了。是叫人放下，放下了安怎呢？伊个布袋提起来，排了身躯就走了，差嘛无要插你咯。啊，到以后哦，人才明白哦，这就是叫做放得下，提得起，提得起啊，放得下，这就是佛法啦。提得起袂当放下错咯，放下提袂起来嘛错咯。啊，该放下的时阵就放下，该提起的时阵就提起，这就佛法了。啊，没爱恭维，下面有以集书因不借经文。问何菩萨笑曰：“菩萨笑曰，就该什么程度呢？乃至阿耨菩提尚不曰，何况无曰？是名笑曰。”啊，笑曰个什么程度？幸福你都拢无想啊！啊，连幸福都无咧想，迄真正才会幸福。逐工想要幸福，都袂当幸福啦。为什么？迄就是有一个杂念，是迄个念有啊。啊，所以佛教导咱心得爱清净啊，发相应下，无妄非法，迄个法都是佛法。释迦牟尼佛供了49年，这个法看你是不是会响应未？你若是应未执着，你真正得到伊的作用；啊，你若是应了，佫会执着，啊，就起着负面的作用。你拢用错了，你家记得心内，个也藏伫这嘴口，你会讲，你嘛会想，你会开悟未？未当开悟，为什么？迄叫做啊，所知障。佛甲咱讲种有两种，一种就是烦恼种，贪嗔痴慢疑，即种我欲自私自利，即个烦恼种，即个款袂当开悟。烦恼种放下，你有所提种，也是袂开悟。所地种是法执嘛，你俩最容易策划真正有，真有菩萨，真有佛，真有无上菩提。无注意怎样，老祖迄时阵佛法阿弥传来中国来。老祖开宗啊，名义伊就讲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伊就了解了，那是假设的啊。你那个动真啊，你就相当，你就错咯。
啊，有无呢？真有，你袂当去想伊啊！你对伊袂起心动念，唔当分辨，唔当执着。啊，起心动念、分辨、执着，啊，你袂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辨，不执着，这叫做大彻大悟。修行都要养修，在哪里修？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啊。生活里面修真心啊，用真心，不会用蒙心啊。什么是真心？无分别的心是真心，无分别，无执着，无起心，无动念，一切万物自然明了，那就是真心。如果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什么都不知道，那叫做无明，那不是真心，你什么都不知道。佛法还没来中国进前，中国古人说这真心叫做啊明德。这是大德，大德按怎一堂知影，一堂清楚，如如不动啊！中国人知影有这款代志。这个真佛，这样是真佛，人人都嘛是真佛，你的真心就是真佛。你的妄心就是轮回。你安怎把这个妄心淡掉放下，回归到真心，这叫做成佛。啊，真心安然放下，为什么真心的真如得不到啊？啊，真如有无有？为什么得不到？伊是一片光明，这个光明咱两眼看不到，啊，永远无离开咱啊。但若看袂到伊，听袂到伊，感觉都袂到，会真知啊！无伊咧啊，咱的假象都袂当啊建立，假是伊真来啊！古早人比如真咧啊，咱人是真咧，徛伫日头下面有一个人影。假是这个影，影对心来，无迄个心哪有这个影呢？影永远是啊不离的。你若是该创清楚，多些是真的，多些是假哦。这心是真的，假也是假。我慢去插这个影，我去照顾我的行踪。啊，行的这个影才会断情啊。所以咱的心，这个真心，就会影响着妄心。啊，妄心障碍真心。啊，真心若是用妄心去办事，甲遐个啊无开悟人来往呢？真心跟那些无开悟的人是无办法来往，伊未了解啊。真心要跟啥人来往呢？跟明心见性的人，
用真心加众生，是对明心见性，也就是讲，是佛陀用真心啊，动机陀、方便陀，拢嘛是用妄心，就用阿赖耶。但是呢，用阿赖耶安怎伊未灭？啊，真正用阿赖耶伊未灭去，这是佛菩萨。你看佛菩萨偌自在，真的也用妄的伊嘛会用。无论是用真用妄，哎，拢未起心未动念，拢无分别执着，那叫做妙用啊！人今仔日用的这个心妄心，嘛不离开真如，但是安怎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拢用错了。结果安怎呢？结果是无量无边的烦恼啊！大来就是苦，不是乐啊！那亲像佛菩萨迄种用法，用个顺境，一丝毫都拢无用错，伊啊大的是乐，清净一面，大慈大悲。真实的智慧，伊带来这个物件，跟哪会同款呢？啊，有佛都爱把这创清楚，无把这创清楚，那叫做白学了，你学错了。现在有佛学错的人足多。自己不知道，知道就不会错了。不知道，不然怎么会知道呢？最方便的方法就是经教啊。这就是说，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甲咱讲经49年，道理都伫即地。也咱对佛的缘故，佛无伫咧咯，文理是缘故的符号。这个符号那是看有，甲听讲经拢会同款的。会开悟，总是会把这个代志听明白，听明白了叫做看破，看破了后真正得到受用，会肯定，那叫做放下，啊，那个叫放下，啊，看破放不下就不用的，放下那不看破嘛不用的。啊，必须都是看破放下，而且放下伊立刻都看破，这嘛会用呢？这放下就看破，啊，反省的观啊，都伫即地。啊，看破放下，就能成佛了。啊，这是因为啊，学习在放下。另外一种是自己先放下，就是看破了，嘛成佛咯。成佛不外乎是这两大类。释迦牟尼佛成佛，先放下就成佛。
一心得定，才开智慧。放下智慧的现前，为灵大出世，听经，先听经，经听完了后啊，那就放下了。经听明白，放下了。这两项都是在先不一定，个人关系都不同，拢嘛会成婚，成婚也无障碍。成婚呢，才真正叫做大自在，真正叫了生死出三界啊！啊，真实的成就。永远未过去轮回，永远未过在迷邪颠倒啊！不过是欲望这个物件，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烦恼。但讲放下是真容易，真正放下是困难。啊，放下咯，烦恼习气也过真重，习气呐控制未掉，习气拄着缘个作业又个还现行，啊，你就过会游到转去咯，你要真放下，伤人唔知偌济啊。一个放下，永远放下，未够有这个念头，思想也有，心内无，比如讲，你思想你有在乎，心内你拢无，就真放下了。啊，思想无，心内有，心内什么？求财的欲望真重，心内有，也无放下。啊，最重要是心嘛，心甲思啊，拢总拢放下，这是啊，佛菩萨。为世间人做榜样啊！跟你讲，按怎才是真正放下？这个摩尼佛就给了放下烦恼障啊！十九岁出家，出家阁参学，学了十二年，到三十岁无学了，大概嘛无地去学了。等于从伊学习的所在，伊拢总参学过了，甲所学的啊放下，我提就卡到立定，开悟了。这个立定放下所执着，也就是讲，十二年所学物件放下，两种障碍拢无了。释迦牟尼佛确实九缘劫已经成佛了，
三千年前一摆，伫地球上是表演互咱看诶啊，毋是真正成佛，伊老早就成佛咯，真像舞台伫咧表演，重复表演，互咱搁看一摆。你看人是安怎放下即个烦恼，安怎放下所知啊？然后即你大般涅槃的境界，表演的是信教，说话的是言教。啊，军来人都唔免听话，看伊表演都完全开悟，完全了解。这上上君临啊，上中下三天君临表演都不看出来，无看出来在听讲。这四十九年说法啊，是假上中下君呢？那表演的是上上君临。这个看得明白了，放下就是啊，伊分这两段啦。非常明显的放下烦恼障，放下所执障，那所执障就放下，也就开悟。这两种障碍都是种在生，都是种的后面不一定啊。人的根性不同，烦恼障当来先放下烦恼，所以障当先放所知，总是当的啊先放下了，那轻的啊就真容易放下了。那现在我两个同时放下。啊，关键就是放下，啥人生啥后无遐尼大关系，成就拢是同款。菩萨咧伫即地讲一句话，温和菩萨地教。第一切种地是名地足，所以不求他境名效用，安住诸法名地足。他境是外面的。色声香味啊，六尘五欲，这是啊外面的，叫他境。诸法呢，即是天量之地，诸法是啊。自性的内底本有的智慧，未对外口来，心定了，智慧也就现前。啊，必须得爱有清净心、平等心，智慧才会现前。所以，我哋经常定定是个真心，比如做水。水有浇的作用，但是水一定要清气，水要扁，然后波浪。啊，这个水在动的状态下面，看外面是看不清楚，模糊了，看错了。
那水那是讲落落嘛，未起照起的作用。啊，所以降佛佛塞一杯水是表这意思，表清净心、平定心，与迄个教都是觉，清净、平定、觉，是家己的清净、平定、觉，甲佛的清净、平定、觉呢，是伊，毋是你，甲一切诸佛啊。无量众生清净平等觉是平等的，但是完全拢同款。啊，所以对清净啊平等觉来讲呢，一切众生本来都是啊佛啦。啊，现在唔是佛。你会真正放下念有了，心就清净咯。放下分别呢，就是平等咯。啊，清净平等觉的真心就现前啦。这个真重要啊！你那是讲真正做到一个清净平等觉，一切众生对你的供养就是修福啊！你是福田啊！用用你的是正福点啊，一直就好。你若讲有感悟，一直智慧，伊无感悟，希望求一点仔福报，你是真正福点。如果若家己毋是真正的清净啊、平等觉，这受供养那就麻烦咯。啊，古来啊，祖师大德有讲一句这款话：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彼末地狱烦啊！啊，你完全是负责，这一切十方供养你享受咯，也是享受啊，未歹，将来就爱还济呢。但海子一个多海一点啊，有利息的耶，那是非常非常的麻烦。过去古往今来，偌济只个真正的高僧大德。在家才会大技师，真修行人生活是非常节俭。为什么？你知影因果啊？也惊啦！这一生无真正成就，现在成就就是往生，真正往生就是成就。啊，真往生的人，啥人知影？可以知影？真正有功夫的人知影？我拄着真侪通灵咧，通灵有真有假，真诶也会用你，
记都无可靠咯，记较侪啊，真诶较少，这是一定诶道理啊。啊，通灵甲咱头诶即个信息，咱即个当做一个参考，咱完全相信，完全相信，你就上当咯。啊，这个代志是袂当讲唔知影，大概呢，无欲望的人，无任何需求的人，通灵提供的。这个信息呢，大概拢是真的啊。家己有欲望，家有所求，那鬼神就会骗你啊。我的信息拢嘛是假的，大好你的是欢乐啊，我们是智慧。啊，由此知影讲，这个代志是袂当去过外面啊，袂当过别人，也是爱过家己，是毋是真正放下？真放下，毋免伊来传递信息，你家己会知影。那为什么呢？有因果报啊！清楚啊！天象符号明了啊！啊，外面的人为了动摇你啊！因为干掉你啊，就算讲有一寡鬼神，鬼神，鬼神对你的尊重、尊敬你啊，唔啊跟你讲笑，你家己心情不正，伊就会来跟你讲滚笑，就会来戏弄你啊。啊，总共一句，家己爱心静，行为都爱静，在用你啊。这个下面就讲出来咯。啊，决定为他境所转，啊，自境自发的是自性的内面本具的智慧德相，顺义集思的意思啊，也不无心外出发，无依法动境者，名为效欲。这讲啊真好。咱啊，未得啊，心外求法。咱要求法是爱向内求，未向外攀岩。啊，有问题，未向外求。世间人。啊，不得已的时阵，真正求神问卜啊，佛菩萨知影啦，佛菩萨慈悲到极处咯，所以呢，一般流行的
真像观音签这类，用真诚心去求，会有感应，真诚真准。佛经内面呢，地藏菩萨慈悲，教咱一套检查吉凶祸福的方法。这个经就叫检查经，地藏三经之一。这个是佛法的正式经典做依据的。佛菩萨确确实实行顺众生，随喜功德。世尊讲出了一部检查善恶业报经，最重要呢，也就是教育啊。地罗真相，一面为乐，如如不动，这叫做地教。这个定义讲得真好，不有心外处法，不有一法动情的教育。连幸福都拢无欲望，伊真正系幸福。譬如真相，即灭为乐，如如不动，这些地觉，无处效用。地教一句，故如是妙义，足证佛经无侵。佛经内底达里达句，意思真深。今仔日看逍遥地教一句咧，你看古来祖师大德为咱讲的。培养教育地教，这会当全球变化，为你关心。这下你拢嘛是咱来学习的。变化呢？印度人介意用乌笔。咱中国人是用善恶，白法就是善法，恶法呢就是恶法。那十善不杀啦，不偷不淫，这个白法；杀盗淫妄。这个恶法，印度人就是安尼讲的啊。逍遥地球以后就专求白法，顺境顺仙。啊，换一句话讲，因来讲的完全心求的是正面、负面啊，拢中拢无。啊，拢是善呢，啊无恶呢。世界内底就讲咯，白净之法，清白清净，即一切善法。大乘二章第七观咧讲，
先发先经明基为备。啊，大乘义章顶面讲呢，为一本来对前辈之法，净耶稣的讲呢，所现之法，出离邪谤，名为清别。出呢是超出，超出什么？伊毋是邪法。伊毋是谤法，谤是诽谤，这叫清别。加上所话，即无老明，故闻清别。若无老，老是烦恼的代名词，你来对无烦恼。啊，无烦恼就是啊，无起心动念，无分别执着。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分别的是尘沙烦恼，执着是啊见思烦恼。啊，无老。这三种烦恼拢叫做老，这三种烦恼啦，长期都叫做无老。无老呢，当然明咯，明是智慧，烦恼断咯，智慧生咯，这叫做清别。为所闻。大乘法名为清别，大乘无染污，明定心现前。修行虽然清净，明定心无现前，也都是讲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也阁有，有分别。慧理呢？慧是慧思，中国人是讲布施。那理呢？是理智，对人啊是有利益的，帮助伊啊，救济伊。啊，故经以为专求无漏大乘清净之法。啊，这部经在经台顶面啊，都显示出了大乘。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专求无漏大乘清净之法，就是这部经来对。难得啦，老居士。用这么多精力，用这么长的时间，一次背着三种经论，110种祖师的著述，来一解这部经典。太难得了！啊，对这集解呢，集解来对都是注解啊。
哦，这部经甲咱啊显示出大乘、小乘、中门、教下、显教、密教，无一不包，就包罗万象啊！世尊一代啊，书说都伫个一部经内底。啊，这部经内底有密教的教义，严密运用，啊，所以这部经是圆满的法轮。法轮是比如气命之中，轮是最圆满的相，有依心，有依咒啊，依咒甲依心当中的联系是德啊，所以仪表应该真正啊完整，而且心是静的，不动的，就是动的啊，心是体，就是相，是作用，体呢如如不动啊，相有形，用有形，体无形，体是抽象概念啊，决定是有且无。依心伫倒位，一定有依心且无啊。几何的顶面咧讲，这是抽象的因素啊。因为不是物质，物质更加碎也找得到，不是物质。你变成形，你就是物质。对啊，这个意思就真的明显了。我们学习这部大乘啊清净之法，家己得到修行了后，爱教好别人，连转上传，哇，传好的你，传好伊，连转上传，利奥君生。本身就是啊，一切众生，和一切众生拢会啊得到法益啊。只管不管，管皮呀呀呀，皮管严重的是严管。念观啊，无想要恶咯。华严经，普贤大师，时代元王，盖挂机关，末别后的意思。一发十大愿啊，每一愿的最后，伊啊拢会讲，以空盖尽，
众生皆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这四句会当尽未？未当尽啊！必须爱多尽，我力一直到回向乃尽。另外一句话讲，我现菩萨是大愿王，是无尽的大愿。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甲普贤菩萨意思是同款，愿愿嘛是无尽的大愿。梵文的内底就讲，愿愿拢为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界会尽灭，一切众生业会尽灭，一切众生烦恼会尽灭。伊未尽啊，虚空界都未当尽啊。这个愿啊，愿力，功德啊，没有边际啊。啊，所以这会为一切诸佛如来赞叹啊。来每读一遍，有一遍的印象。啊，印象无深。为什么呢？哪讲无做够，嘛是不该记哩。这是印象进步啊！明仔再加深印象呢，较接念的，十遍、百遍、千遍、万遍。啊，付出伫倒位，付出伫个时时刻刻提醒家己，我要亲像弥陀同款，我要亲像普贤同款，念珠在珠啊，爱认真去做啊。下面讲咯，你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五处礼敬，一直到回向，无有穷尽啊！弥陀甲普贤，拢是无有穷尽的礼敬。无有穷尽的赞叹，无有穷尽的供养，无有穷尽的忏悔。啊，乃至到这个破戒回向。那这款的大心，菩萨的内底的第一个人，佛内面啊，第一个人，这个诸佛赞叹的啊，阿弥陀佛啊，
公中极尊，不中之王，如何赞叹呢？菩萨里面的第一人是普贤菩萨，不是文殊，不是观音，不是世子，是普贤啊。啊，对明和来讲，这个意思拢显示出来了。文殊、观音、世子，显未出来，普贤现出来了。普贤现什么意思？平等的意思。变化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我是平等的。我是平等，原是菩萨。华严经上佛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言的意思就是一切众生本来是菩萨。这破意思啊！那哪敢有把这个一切众生当作是菩萨来个看待呢？啊，一切众生真正是菩萨，不是假菩萨。啊，咱啊，家己的目睭啊，迷了，无认识啊，咱的心迷了。但唔知每一个人都嘛是普贤菩萨，唔知每一个人都嘛是阿弥陀佛啦。啊，咱对这个经教，小叻是那无够深，唔敢相信这句话。有听过无听过啊？唔敢承认，唔敢接受。那佛菩萨所讲的真话啊，是你都未记。为什么咱唔敢承认、唔敢接受、唔敢相信呢？原因就是咱对经上的这个意思啊，无创清楚啊，无创明白咯。在三星啊，这款现象，那、啊、真正从清楚、从明白咯。你啊，都会啊，得下承担。问题就无咯。啊，咱来看尾后的四句啊，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真故意也无有疲厌。这就是啊，自愿无关。习惯对礼敬到回向，礼敬诸佛对每一个人拢恭敬，我觉得未恭敬的，对人爱恭敬，对鬼神来恭敬无？对树木、花草、山河、大地、有小动物，我爱恭敬无？系啊，为什么伊甲咱是啊一体？但伊今仔日变作蚊虫，变作火神，是伊过去啊所做恶业，
你就是这款心，你就是这款骨魄。咱哪有做给无有啊？无量劫伫个六道轮回，都一道拢冇起过，什么拢冇做过。天上的生活享受过，地下的苦果嘛受过啊。啊，现在迷惑无知，阿哥在咧作业，以后生生世世有缘是爱受的果报。这个代志。只有佛菩萨清楚，佛菩萨明了，甲咱讲出来咯。无佛菩萨说明，咱哪会知影呢？讲清楚了，讲明白，啊，你都唔相信，那是你家己的无知，你家己也无福报。你家己修的苦难也无够，现在继续作业，将来是地界的苦本啊、修真啊，你再回头啊。中国人有两句在讲：乐极生悲啊。苦尽甘来啊，苦到极处，而回头。啊，落到尽头，苦到现前。啊，苦尽甘来，这个好啊。乐极生悲，这个唔好啊！啊，轮回呢，就是这款代志。天天乐乐极啊，就会去地界去咯，地界靠近，就慢慢就会转来，就这款安尼轮转。啊，转一年唔知偌侪年哦，未当用年来讲，用劫讲的。偌济劫数，啊，明白咯。咱的明白是爱靠啊，长时间的读经、认真读，因为咱未太久，业障太重。他按怎读无？听讲嘛听无？这真的不是假，这个就是觉察到自己的业障深重。为什么听无？为什么人一遍、两遍伊就开悟？咱呐听几十遍、几百遍、几千遍？都未开悟，你业障偌重呢？未安怎呢？唔免惊，继续去读。别人读一遍，我读十遍；别人读十遍，我读一百遍；别人读一百遍，我读一千遍。你会有这款的决心啊？有这款的耐心、毅力，你就成功啊！一定都要把恭敬啊、心啊，给念出来。恭敬心就是开悟的喜悦啊！阿母，这未开悟，
啊，真心恭敬啊，这四字真重要啊。这四字是开悟的闭关，未开悟，无真心心，无恭敬心，搁带怀疑。啊，这个人啊，就可怜咯，这个人伊就会苦咯。伊袂当回头，咱细心观察，倒一人有善根，倒一人无善根，就伫这个所在来看。挂伊个主世太人，是毋是有恭敬心？是毋是有恭敬心？真诚。有真诚有恭敬，这个人是决定有前途。现在虽然在受苦受难，已经竟然业障消了，智慧福报现前，肯定的啊。啊，真诚、恭敬心是诸行内底本有的。啊，何无明就烦恼，就爱着。虽有未当现前，家己唔知影。总了做家己是对的，佛菩萨靠不住的。几千年前的人讲的，咁样用会对？信心失去了，那个善根永远断去。那观世音也会出现。我给你介绍给马哈迪，伊也希望我赶紧甲翻做英文给伊看。头一本的360出来了，送去给伊，伊也看了后非常欢喜。讲一句话，伊讲这本书是真正的智慧，无想到讲几千年前人写的这个物件咧啊，现在也够录音。伊感叹，伊讲我看得伤慢咯，我伫咧做修行的时阵，那看了这本书。都未把这个代志做错了，这是1400年前董太宗编的，但是里面内容确实是几千年前老祖宗留落来。那这部书，那现在有录音，过几千年，过几万年也够录音。为什么？伊内底是真理，是真实智慧。这佛经上讲的真实智者啊，真实智慧，真实利益，真实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时间，千万年了后也阁有录音。超越空间的，唔呐，讲伫中国录音，伫外国嘛是有录音。
你看，咱上好马来西亚、外国的有录音，啊，咱个介绍好全世界。顶摆，去年十一月，我访问苏里兰卡，我想到联合国大赛团的主席，带二十五位大赛，都是二十五个国家的大赛，在苏里兰卡，我们见面。还是二十五个国家，啊！我把这个英文的译本上印了300本，5月20日，巴黎这活动，我扎1000本。对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族群都有利益，叫我空间啦，叫我时间啦，精力啊。啊，这本书应该就是人人必读的书，一生当中你一定爱读的。你这知影要按怎来去经营家己的身心幸福快乐，就是家己就何用？经营你的家庭，幸福美满的家庭，经营你的事业，大到帝国。平天下，这是让整个世界真正得到平等对待，和睦啊相处。啊，将来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世界和平？会当啊！无困难，得用什么方法呢？教学为先。一个国家来当培养60个老师，国家电视台里面有一个专门的频道，军事必要的频道。24小时不断来播送，由这个老师因轮流来讲解，我相信一年就够了。咱过去伫汤池做实验，到无4个月，人心完全转过来，所以人是真好教，人是有良心的。阮迄摆这实验。只有那两项代志啊，第一个证明着人性本善呢。中国人讲人之初性本善，证明了。第二个证明人是真好教，咱所获的教育，你只要他刚给伊讲。伊听未明白是不要紧，重复来讲，加讲几遍啊，伊就明白了。啊，我家己的军性都无赖，唔是真聪明的人。我年轻的时阵咧学物件，学物件，我的标准是30遍。
啊，最近就老技师送我一本宝贝，一个细本册，然后还住份，我用两个月时间看30遍。这受到影响，这边两边是无录音。那是阿公记忆真好，有天分的人才会用哩。我这是中等资质的人士，未用哩啊。至少都要10遍、30遍，影响到相当的深。啊，逐逐连连都会去做。啊，我哋有警告，有讲经，我会向这部经，我要甲伊讲10遍。甲啥人讲呢？一日两个拢会用呢。啊，去倒位讲呢？去同学唔住的去讲。大家讲人会讨厌，人无欢迎你啊！一礼拜一天，拜一伫张三因家，拜二伫李四因家。大家讲每天无同的所在，换所在。每礼拜伊拢去因家讲，每礼拜伊拢去因家讲，安尼才练得出来啊！无练袂用你啊！无练哪学会出来呢？拢买家己啊，有决心啊，有毅力啊，决定袂中断，安尼练出来啊！啊，时间啊久，渐渐用力咯。啊，家己有啥误处，家己嘛唔知。啊，真正无处啊！自卫心跟事一条都看会出来，偌侪人来提问题，我当场解答。把人个问题写好，通常我袂看。我希望我当时提，我当时就答好你。啊，我回答的，我有真多，我唔是讲乌鸡，我答未出来，伊是讲这道理啊。别人说做呀，自然就贯通咯。我这60多年无间断。有经啊，有读有欢喜，唔如学信心如经过。啊，如学志观啦，即真正坚定，没有疲厌。那唔是认真来学习呢？当时分手，这利益你得袂到呀，这欢喜得袂到呀。啊，什么问题拢会当解决啦？啊，对于这社会，都会有真大的帮助。啊，我个机呢？真心挂欲，什么拢无求，什么拢无爱，现实的环境非常满足。啊，好得林老技师的夫人，加入好远。共用好我
做修学的道场，我接受了。接受了后，我就会定居伫这所在，我倒位都袂去咯。真侪所来叫我，会引起恭敬，讲完就转来。啊，恭敬上长的时间袂超过一个月。啊，今年五月，苏里兰卡下半年，我答应鸠山修上。去日本去讲一个月，后来某所在咧找我，我讲拢一个月。自在啊！我大家拢安心，我唔免道场啊！我讲经就是爱有一个条件。就是需要有网络啊，刚才香港的这个网络对当结合啊，对盈利啊，只要有这个设备，都为我拢会当去啊。三年呢，是个国际。将来啊，可能就大陆，每只所在一个月，好，今天的时间到了，那就学到这点。